平安师的进站红毯。 戏剧的或者是说演艺人员，包含的艺术类的哦，都会来侍奉我们天都万岁哦。现在由淡水平安师我们的执事代表谢向晴香，以及我们的礼品来贡献给我们天都元帅，祈求呢天都万岁来护佑淡水平安，虽然的留下众弟子哦，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，市农工商，兴隆万世。 他有一个救命恩人，就是螃蟹哦，所以有很多呢，供奉田都元帅的，他们都不吃螃蟹哦。
集的时候，是螃蟹吐它的口水把它养活的，所以呢有很多呢，像包含戏班的，或者是也有歌仔戏的，包含也有很多戏曲类的，也都会来参拜田中元帅哦。那很多呢参拜田中元帅呢，就不会来食用这个螃蟹哦。这边恭送田中元帅，也请求田中元帅去留神安后，不用呢我们现场所有的信众以及所有的游客们，大家。